Hello， 肉又来了。今天做一个双层的爆浆蛋糕，先拿一个你们喜欢的粉色，我可能年纪大了不太喜欢粉色。我先给它挤在最上面哈。哦，看还是蛮好看的，给它挤满，好看吧？嗯，蛮好吃的。然后下一层是弄一个蓝色，这个是宝蓝色，弄在下一层，看一下它们两个颜色碰撞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火花呢？今天这个蛋糕好像很松软的样子，能放点这个吧，今天吃一个，那我吃吧，小时候的那种小馒头，放一点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吃它。记得给我点爱心哦。